介绍一下我们的吉他手三毛，谈谈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敏伦，嗨大家。然后是我们的鼓手肖冲，然后我是主唱娜娜，这样。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个电器不一样嘛，就其实我们成团大概一年半左右，然后我们的创作都是非常的正面，就是比较开心的歌曲。那除了有吉他的色彩以外，我们也用了很多合成器的东西。那我自己是主要写歌的人，那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用音乐把快乐带给大家，所以就很希望大家听到我们歌的时候呢，都可以想到一些很特别的幸福的时光。那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做一半，这首歌想讲的事情呢非常的主题非常的有趣，叫做暗恋。就是现场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暗恋的经验吧，对，就是暗恋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很像自己跟自己谈恋爱。然后在这歌里面呢，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想着一个你最美好的暗恋，然后来听这首。是哦，你的，我知道他等一下就来了。我说台下心跳不要这么快，放轻松。我说台下我手不要抖吧。对，就是我们都很大家应该来这边都是很喜欢蔡主席啊。对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在歌里面也可以一起想到蔡主席，他应该等一下就会出现了。好诶，那我们来唱这首很开心的歌，叫做一半。Oh,
谢。哇，好，很开心。那大家刚刚有跟我们一起拍手，就是下一首歌曲呢，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帮忙。刚刚拍手，下一首就要唱。对，下一首歌曲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收录在这个台湾美乐地当中的歌曲。对啊，现场应该是大家都有买吧，因为我今天好像是凭专辑入场。对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大家应该是有听过这首歌的人，可以跟我们挥挥手吗？有耶！你阿球，大家为我们为你微笑，为你微笑。啊，这个歌曲想讲的事情就是，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美好的土地嘛。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应该跟我们一样，都是非常非常热爱台湾的。然后，这个土地啊，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。如果有一天她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给她一个很大的微笑，会给她一个拥抱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在这里就是每天很努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梦想，去工作，去创造自己，为这个土地付出。我相信台湾如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，她也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微笑。这就是这首歌的“为你微笑”的这个由来。所以呢。好，刚刚 Summer 有提到，就是这首歌要借用大家的嘴巴，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小教学，好不好？我不担心。
谢谢大家。